大家好像都很能驾驭，就是很显瘦，然后又是很舒服的那种棉麻的那个材质，完全不会痛。然后它是做那个一片式的那个设计，这一件很好看。然后它还有杏色，杏色是基本款。然后我是觉得黄色很漂亮，因为它是有一点芥黄，嗯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黄比较柔的黄，很好看，然后会穿起来很白，然后夏天穿其实还蛮有朝气的感觉，很美。然后它的肩带是这样，然后其实像我里面很显白，就是穿这个肤色的，其实它就是这样子露出来也不会觉得很尴尬，因为它是细细的肩带，所以穿起来就是露出来是好看的。然后背面的话是这样子，它这边其实做比较平领的设计，就是如果你是比较不喜欢 V 领啊，怕会太露的话，我觉得平领的设计其实还蛮不错，而且它也是稍微就是折腹的那种，对，有一点，而且这边也是做有一点点那个空间，它不会太紧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就是做这样子，它就是一片式的，你就是自己这样绑起来。我觉得版型很漂亮，这件很好看，穿起来很白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这种的话，就是让你就是如果有小腹的女生，那其实就是拉过去，对，会比较修饰的感觉。对，好像是哈，因为如果有一些它是基本款是一片，一片的话会比较显胖，单调一点，比较对啦，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感觉。就是如果你是小腹比较有肉的话，我觉得穿这种一片是好像更修饰，对对对，会更修饰。然后侧面就是这样。